场上记者各个卯足全力为这场篮球赛事奋勇拼战。九月一号记者节这一天，各家媒体派出的记者换上球衣，参加台北体育馆一年一度的新闻杯篮球赛事。参赛队伍共有26队，包括新闻组12队以及联谊组14队。主办单位表示，103年度新闻杯选在九月一号记者节举行，具有特别的纪念价值。真是一个很具有传统的历史性的一个比赛，然后大概是每年大概都是在九月，就是下半年的时间。我们尤其今天，特别是今天是九月一号记者节，这个很有纪念性的一个日子啊，我们特别来办这样的新闻杯篮球赛这样子。今年首次参加新闻杯篮球赛的原住民族电视台对上纬来电视，虽然原视最后败给纬来，但他们表示志在参加，不在结果。原视首场赛事虽然输了，但表示下一场球赛会将再卷土重来，尽力打出满意的成绩。记者吴明雅为 W 台北市采访报道。